谁家牛？不要我牵走了。哎，小偷干嘛呢？啊，没事啊。你是不是想偷我们家牛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想骑一下而已。我见过骑马的，还没见过骑牛的。那我想当个牵牛王子不行吗？不对，骑牛王子不行吗？就你还王子？我怎么了？我还想当唐僧呢。我先找个牛骑一下，找找感觉怎么了？就不让你骑。哎，你这姑娘，你长得好看点了不起啊？你有点臭钱了不起啊？啊？哟，你还挺会说话。那是。走，姐带你去骑。好。你要骑牦牛还是奶牛啊？有啥区别吗？牦牛撞人疼一点，奶牛撞人轻一点。啊？那不骑了吧？这就怕了。我才不怕呢，我就是单纯的不想骑了。有什么？胆小鬼。那我请你去我家喝酥油茶吧。啊？你家在哪儿呢？就那儿啊。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不合适吧？是挺不合适的。啊？那你别去了。啊？不是，合适，我去。走吧。这就是酥油茶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我还是头一次喝呢。以后想喝可以常来。谢谢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奶饼啊，牛奶做的。嗯，哎，你可以蘸着白糖吃。真是新鲜玩意儿。来，你尝尝。好，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小王，那个王思聪的王。不是隔壁老王的王。哎呀，你说啥就是啥吧。那你叫啥呀？我叫白马取珠。啥？白马？对呀。那咱俩不是挺般配的吗？你是白马，我是王子呀。你这小子想的还挺好。哎，小王，那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呀。那你的师傅大师兄三师弟呢？啥意思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老二呗？对啊。哎，那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反正不去西天取经，我要到你心里去，开门。那你不去不了？为啥呀？我的心早就被害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曲珠，你怎么下午一个人去放牛啊？我就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那你不会是失恋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只是和平分手。哎呦我的妈，那不还是分手了吗？我这一天天碰见的怎么都是这个呀？咋啦？你这是天天遇见失恋的小姐姐吗？没有，今天认识我有没有开心一些啊？嗯，好多了。那你跟你男朋友为啥分手了呀？我跟他谈了两年多、我想跟他结婚，但是他一直找理由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不靠谱，分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女孩都不知道珍惜。那你知道爱情和婚姻的区别吗？我肯定知道呀，爱情就是今天你亲了她，明天还想亲；婚姻就是今天你亲了她，明天还得亲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啥呀？就是从前有一个试验，让一个人从麦田的这头到那头，捡一个最大的麦穗。前提是不能回头，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每一次捡到大的麦穗的时候都想着后面还有更大的呀，所以他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对，这就是爱情。所以我觉得爱情婚姻的区别就是，爱情追求优点，婚姻接纳缺点。爱情是爱我所爱，婚姻是爱你所爱。啊，受教了，来，干杯。曲珠，今天认识你很开心。嗯，我也是。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爱情和婚姻的区别。你本来就知道啊。是呢。那我送你一段话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们不一定要乘风破浪，但是一定要向阳而生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做自己的太阳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也希望你早日找到属于你自己那颗最大的麦穗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那我们以后常联系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。